是我现场的媒体朋友们打个招呼。现场媒体朋友，还有各位喜欢机械表、喜欢 Swatch 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Lego 李国毅。耶！国毅，我其实刚刚今天在活动一刚开始，尤其我们在后台哦，其实也聊了一下。其实讲到 Swatch， 每一个人，就像我说，他自己本身品牌的故事已经够丰富了哈、可是其实他是一个不只是一个品牌的故事，他还带动了很多人心目中的回忆啊，或者想到第一印象。我要问你 ，Swatch 的第一印象要回溯多久以前？然后对你来说又是什么样的感觉？我想每一个人，不管是在成长或是求学的时期，一定都拥有过一支 Swatch。我印象非常深刻。我的第一支 Swatch 是什么？继承姐姐的。继承姐姐的，因为那时候我还很小，然后我没有钱可以买，他姐姐带了一只，我忘记是跟某个动漫还是卡通联名的款式，是okay, 我非常非常喜欢，三不五时我就把它偷过来戴一下，觊觎很久的这样，对，然后最后姐姐看我这样子，就干脆送我了，她自己又买了另外一只。OK， 所以这难怪我当时想说继承姐姐，我想所以。其实你的故事反而是家里头跟家人之间的分享的 Swatch， 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印象很深刻，因为 Swatch 它有很大胆的配色，是非常有创意而且非常有趣的印象。从那个时候我就非常的一直在关注。那到我今天，我现在我看一下，今天你佩戴的是我们在背板上面所看到的这一只，对，那这让我完完全全的惊喜了，对，因为这只手表它不只有金属科技细腻的质感，同时它有内敛跟气质的品味，对，让我觉得这其实就很像我自己现在的阶段啊，对，就一个从也慢慢30岁了，那从男孩子慢慢的逐渐经过学习，经过历练，变成一个男人的过程。对，其实就像你说的没有错，就是很多人讲到 Swatch， 或许会想到，比如说年轻的时候学生时代，可是今天透过了 System 51的 Irony 的系列，让我们看到了更加成熟稳重的一面。其实就像你自己说的。或许我们一刚开始对于国艺所想到的很多作品啊，戏剧作品里头有一些学生的作品啊，那样子的主题，但是在最新的这一次的角色当中，我们也看到了更加成熟稳重的一面。麻醉风暴二，对，跟我们分享一下目前的进度，然后还有你里头的角色是什么样的一个，据说很有趣的一个角色。对，那这一次我就特别的幸运，因为麻醉风暴一在第一季的时候已经有一个非常好的成绩，那也导演所有演员共同努力的结果，那非常荣幸我这一次可以空降第二季成为男主角。很多天没有休息了，今天这刚好对我来说，今天来到这个场合非常的轻松，对我来说是一个放假，是一个放假的感觉，因为又拍到今天早上嘛。对，拍到今天早上。那我在这一次角色是什么样的，是一个天才外科医生兼饶舌歌手，是不是蛮冲突？因为这我有听说，所以我想要听你本人自己讲，真的是饶舌歌手，真的是饶舌歌手，跟着短基老师，短基还有他旗下的一些老师们一起在学习。那同时医疗方面也有非常多专业的医生在指导。那我觉得特别难的，因为音乐方面我觉得还好，因为我自己之前也有创作，对，饶舌这方面就也花了蛮长的时间。我记得有一场戏，饶舌的发表会，大概同一首歌，我在11个小时就唱了大概40遍。哇，你们真的是当电影在拍，真的，这是电影的规格很高。那跳过这些来说，更复杂的就是医疗了。是，因为我们真的希望这部戏可以忠实的呈现所有医疗界面对到的问题，我们非常努力的每天在拍摄。我觉得我现在应该已经不怕血了。你现在已经不怕血了吗？对。现在因为你是开刀房的外科医生嘛。对。那有没有哪一个什么样的场景让你觉得印象深刻？因为之前在开拍前，我一直都待在手术房或是真正的手术房，真正的手术房跟急诊室，真的就是看人切开然后血涌出来。Wow。对，然后以及在急诊室可能有一些伤重病患是过来的时候，骨头已经是岔出来了。真正的现场的处置，你都有在旁边。对，真正的希望可以做到更确实、更精确一点。
对，所以哇，每天都还有那些医学名词，难怪你会觉得今天来这边工作是一种我做比较放松，非常非常放松。哇 ，OK， 这其实我也要说，你大概可能还有一些戏在你的身上。刚走出来的时候，有那种饶舌歌手的杀气。有啊，我刚才走就说哇，我感觉有那个架势有一点点出来。感觉在某个角色的那段期间，自己就会像那样子。但是我觉得，尽管过程是蛮感觉蛮辛苦的，但因为这几年自己一直在学习，而且经历了不同的戏剧的累积，那我觉得我自己虽然一样的事情，但我自己好像变得更沉稳、更成熟的来看待这些事。反而我觉得这次的困难，我很有自信把它表现得很好。那希望《麻醉风暴二》在明年播出的时候，大家可以继续给我们鼓励啊，任何的批评指教都非常的欢迎。谢谢。你期待它正式的推出，我们其实也很期待，但只要看其中内容，尤其是会饶舌，还可以出发表会，对不对？发片饶舌歌手可以出现在开刀房里头。不过你自己也讲到，现在对于很多事情变得更加沉稳的态度。对，那我一定要说，手上所佩戴的这一支，尤其是色泽啊，然后机械表。